四二代玩的就是一个丝滑，大带图不好抓，那你比他快不就行了？想抓我呢，你也抓不着，拉开距离，你想往哪逃？哇，帅的不谈，这才哪到哪啊？后面呢还有更帅的呢？虽然说啊是陆地战神，那你带手真空波，那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啊，那你现在该怎么玩呢？抓好七分时间，分身拉开，不贴身扫起来，全技能都好了，来不跟你打回合，直接跑，原地二一露甲后腰，直接一刀，墙角来一刀偏出虚化，你想过来那指定过不来，没虚化了还敢替身摸豆可以，但是呢你只能摸个豆了。接上普攻解决，这个血量呢斩杀线了，那不给你机会了呀，直接组合技开个大，看个动画片，丝滑。这个版本呢鲜明加强之后那确实是猛，跟他对技能呢那只能长按 OK 给他断了，走过来抖动那骗，就一个豆了也不敢提升，摸一下还不提抓住，他这个时候呢就很想找我一个后仰，但是二代普攻的拉扯那可是不好抓。对了，这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要走还是要打，忍不了了想提升了，我一个换位你看着懂吗兄弟，那陆地战神跟你开玩笑的。这个时候呢他还没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啊，豆没了是吧，握手了没关系，给他一个嘛，看着也没啥意思是吧，也没有技能就别提了，先让他打一会儿多蹭两个连招鬼才，那我要开始了，二 A 挂个标记偏踢直接走，收挺枪被 A 到了直接提升，不和气被顶掉直接叫熊猫，那果断一点直接叫，怕被蛤蟆呢打到僵，他那个二技能呢还能破瓦体，所以呢连人一块了。这个时候我要放他下来干嘛呢？没错，我要开始装逼了。